林福尔，啊，真的是我们很担心的。我们虽然很有心，但是呢，现在呀，还是路不通啊，灾情呢，油然存在着。现在当地的政府就是不要让人去挖井去救灾，他说要捐物资统统要捐给政府，由政府来处理，这就是最大的第一个难关啊。他这样的处理方式会延误到呢拯救人的方向，很无奈。不过呢，动物有情，尼泊尔水淹的这样，只好呢动用大象赶他，只是那样的自在安然稳定的在人的前面，就是这样爬跪下来，看看这叫做动物。动物呢比人啊更人性，是那样的有情，很不简单。其实人啊何其残酷，就是这样才会呢造成啊现在众生工业啊大地这样的不平安哦，旱灾的旱灾啦，那火灾的火灾，我们可见呐、啊，外面的世界呢是这样的不调和，我们能在安尼个日子伫咧过，能不感恩吗？我常常都要呼唤的大家，我们时时刻刻要提升起来我们的感恩心。真的，我天天。我都是感恩，真的在感恩中呢，才能保持的出发心。你没有感恩心啦，那出发心呢难保持。成语早上不也就是呢说发心，我们有出发心呢，才能培养威德。如何呢？发挥我们的人格品质，去跟人家的互动啊，这都是一连串的哦。如何培养出来，我们能以入人群呐、啊，有威德的修行，这种的严谨叫你有心。那不轻浮哈、哦，但是还是充满爱心，这都要起自于那一念心，那出发心的精进呐、啊，那就是啊我们的这一份感恩心，这个感恩心来培养出来我们的出发心。出发心才能很精进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这都是一连贯要学习的。看看红绸师姐，你看先生哈杀处，这个外遇啦，是无共人的外遇哦。那他女人的心窄，最窄的。就是先心外溢，这是容纳不得的啦。那为什么？就是为了一个人想死，但是死不得，想活是那样的辛苦。在录音带拢是当初你第一步接触慈济，第一次接触到佛法，了解到佛法的奥妙，也了解到佛法的智慧。
我听到上人讲那些话，我痛哭流涕。师父讲多一句，多一句话，让你敢那插到你的心吗？就是人生无常啊，国土为脆。那个八大灵感经里底，啊，以前咱拢讲讲啊，过日啦。是。啊，那天吼，家己愈感动，啊，感动了，我就家己。我那有甲师姐吼，转去华联一撮去寻根。哦。嘿，啊，都，伊那阵啊，其实我家己嘛唔敢想讲要做慈济啊。啊，迄个，师父都安尼讲吼，你迄个全省联谊会，伊讲吼，你今仔日转来台电吼，伊讲我是吼可比一只老牛啊，啊后壁拖着四十个车厢啦，吼。哦，那时候四大志业，慈善、医疗、教育、人文。伊讲啊吼，恁大家今仔日转来台电吼，恁会当用一支砖头的力，甲我斗赌无？是，伊甲我问，啊，阮大家拢讲好，全场的人都说好，好。啊，然后要回来的时候，那上人就说，伊讲，啊，恁今仔日吼来台电吼，恁甲福的经济提起恁的周遭，提当恁的周遭压，伊讲啊压偌济就出偌济，安尼，啊，阮拢讲好，因为当初那我一直要想要自杀的时候，啊，我听到这事的经历吼，啊，我听到讲因过去安怎做囡仔的，安怎开始做祖先的时候，我真正非常感动，家己感觉讲我怎么那么渺小，人家那么伟大，为那么多人在来得做救济，啊，我只有敢那为着一个人，我就要走去死，啊，我那也差人遐济，啊，后来我就转变心念，说安尼好，安尼吼，师，阮的先生都唔免我吼，安尼我就来做这个师傅，啊，我就一头栽进去。每一次他有什么烦恼呢，就会想到了师父，想只爱想到呢，很自然的要注意家己，这都是呢，修行就是道场，我们的道场，我们的宗旨，我们的理念，我们的身体行动都可以说法的，这就是我们大家要如何净化人心，就是我们要真用心，可以自立，家己呢自己有利益，因为呢我们有这个人生的方向，我们的茅舍已经开了，知道方向了，路如何去开拓，我们有这个方向的开出来一条路，那杂草等等啊，树枝杂草啦，都已经拨开了啦，已经开出了这一条路了，所以他人生方向正确，他会活得很快乐，连他的长辈啦，他都可以渡出来呀，这就是他的人生转变。其实呢，安尼来拖累拖累的呢，那样的辛苦啊，真正是苦不堪。那因为这样的，那累积累积的无明，累积苦不堪，最好就是文法方向正确，大家就不会为了人世间苦难所苦。看到了我们义理的李医师啊，谈死如谈生，几天前义理医院呢，就是为李医师举行了一个感恩音乐会，人人呢感恩他，这就是他的生平呢累积过来的德，叫做医德，他的医德呢感动了很多人，他80岁不想退休，他还是呢一直要做下去，带病啊，看病人，已经呢他自己知道在5年前就已经末了，癌末，他自己都知道哦，他没有一天停歇，哪怕呢在治疗、标靶治疗等等呢，他还是呢在居家的王者去关怀病人啊，
哪怕已经行不动，他还期待的有最后的完整像这种的医德啦，没有退休的念头，还是继续的。总而言之啦，这种生命的价值，尊重生命，尊重爱，守护生命，守护爱，他已经都做到了。哎，要说感恩的事真多啦，这人生的价值就是这家，这是生命的价值，人与动物都统统有这一个价值，我们要互相尊重。